老立委下战书，养尊处优的好日子结束了。40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，他们电视看不懂，新闻听不懂，报纸看不懂，那你叫人家怎么办？我打架过会，我打完了，你来当美娘，你说你嘛？错都错地下了。你就是好好的在立法院讲台语，你就会被骂死了嘛。他不只是讲台语，他用台语去骂那些老委，这些老立委，我一辈子没有遇到这种笑的呢。所以他要逼退他们。要侮辱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这里不是不受欢迎的，是没有正当性的。那对这些老委员来讲，当然受不了，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么样的侮辱。时任行政院长余国华赴立法院施政报告，朱高正上演的中华民国国会第一次的肢体暴力。